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纽约时尚风 Trendy New York， 我是主持人郭梦 Dolores， 我是主持人方妍如 Angelina。 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皇后区大学点的著名牛排馆 Danny Steakhouse。 Angelina， 有没有发现每次我们来到这边都好兴奋啊？为什么？当然呢，因为我们今天又有口福了，而且身边还有两位大帅哥。对，大帅哥不仅样子帅，而且还特别有品，还会讲吃。我记得上次来完这里之后啊，我回去跟朋友讲起吃，大家都说我不再像个吃货了，我也可以走入老饕的行列了。真的，每一位来纽约的游客以及纽约本地人一定听说过这样一家顶级牛排馆，就是 Danny Steakhouse。 这座牛排馆坐落于纽约皇后区的大学点，它的建筑是一座有着80年历史德国风格的建筑，很多名人也因此慕名前来，成为这家牛排馆的老饕。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和两位美食专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里的牛排，这里的美食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里的美食吧。今天呢，非常高兴又见到我们两位帅哥兼老朋友，就是纽约这边非常有名的美食家 John 和 Danny， 欢迎两位大哥，欢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你们好。今天呢，两位大哥带我们要享受 Danny Steakhouse 非常有名的 Rib Eye 肋眼牛排和近期非常有特色的生蚝，大家又可以大快朵颐。今天我们不仅要享受到牛排和生蚝这些美食，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会和各位好友一块聊一聊华人在美洲究竟是怎样奋斗、怎样生活的。就让美食和生活一起交织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吧。谢谢，谢谢各位啊！谢谢。哇，丹尼大哥，到现在才把你家的招牌菜拿出来，牛排，我等了好久了，肚子都饿死了。这其实这也不是我们招牌菜，我们招牌还有那个 Porterhouse 那个非常棒的那个牛排，那个红焖牛排。阿 John， 你懂得是什么牛排吗？我睇唔到咩牛排，但我鍾意食牛排，我食出嚟呢就知道咩，问下美女呀，睇咩牛排。哇，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等你哥不吝赐教一下，告诉我们这到底是什么牛排吧。嗯，这牛排其实就是蛮流行的，一般餐馆都有卖，叫做肋眼牛排，叫 Rib Eye。哇，传说中的 Rib Eye。Rib Eye 呢，其实呢如果它带骨头的话就叫做 prime rib。prime rib 一般来讲呢，在餐馆呢它不会一片片卖，它只是它不能一片片煮，它的整大片那慢慢慢火烤烤的，里面跟吃牛鱼一样， it's like taste the butter， 非常好吃的。哇，然后这个牛排里面还是有学问的这是我们牛排都是 prime 是美国的农业部它给一个给牛肉的品级，就是说这个 prime 等于是2%-3%的牛排的牛肉只是归类到 prime， 这跟着油花来鉴定的。哇，那这是牛肉中的极品，顶级的顶级品。然后呢就是说这个 rib eye 里面呢，其实它也分真的在吃之外还有学问的。其实你看这个 rib eye 里面它分这外面这个群呢就叫做 cap of rib eye。就是一块大大片的牛排呢，上面有个盖，上面叫做 cap， 盖上这个盖子，然后这个就是 eye of rib eye。这片是最美味最好吃的，这片是比较硬一点点。你吃，如果先吃这片，这片就不好吃了。哇，看它肥瘦相间，真的是有一点食指大动的感觉。然后有些餐馆是专门卖 cap 的牛排，它的 cap of rib eye 它就叫做老饕牛排，非常非常昂贵的一个牛排。哇，长知识了！以后我吃牛排就要吃外面的cap。我先吃，比你吃肉吧。不要不要不要蒸，不要蒸。来你叶片先尝一尝个牛排。好呀。那一般好的牛排呢，就是我们在烤好之后呢，就是不能马上上座的。我们要在那边休息一下，叫 rest steak， 休息一下。然后因为它炉非常热，烤得非常热之后里面的温度是很高的。然后如果它现在切牛排的话，它里面的温度很高，它的肉质都飙出来，它的整盘都会湿掉了。所以它的盘子非常干的。好，我现在帮你们切牛排好不好？好，叫你们切牛排，先来部位最好吃。来，
炖牛排来讲，这块就是 cap， 它有点油花在旁边。那炖牛排切下去不用力的，跟牛油一样，它非常鲜嫩的，你看到吗？根本不用力量的。这个就是叫做 cap of rib eye。我看到这块肉，饿就快要晕倒。这是 eye of rib eye 在中间，对不对？咱们先吃这个好不好？好。我要海盐哦。Okay, 海盐 ，thank you。这个吃货他懂得放海盐。对啦，一般好的牛排不需要蘸酱。你用不用海盐？谢谢。对，就跟很多人吃早餐有个恶习惯，就是说坏习惯就是先把整个早餐全部铺满了茄子，再吃。对对，那他不是吃食材了，而是吃调料。对，吃酱汁了。对，谢谢。吃牛排要吃热吃哈。味道怎么样？说不出话了，我要好好的品尝一下。之前都不知道吃东西有这么多文化和讲究的，那连吃都有这么多讲究的话，那其实美国是不是其他的人文文化更加丰富一点？丹尼哥，是不是这样子啊？您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那郭某你怎么认为呢？你在美国多久啊？我在美国一年半。你认为这边美国的人文文化跟我们东南亚的有什么落差呢？我觉得大家在行为处事啊，在社交方面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我讲个笑话给你听，以前我们从小还没来美国之前呢，我们看电影呢，这个同情着，哎，这个电影上面有人在街边卖报纸，那报摊上面是没人看的，他人家看哪报纸是哪一份报纸，丢一块钱，拿个五毛钱，自己找钱走的。是，要是这种报摊在东南亚，你觉得会怎么样？那可能早就被拿光了，对不对？报纸也没钱就没了吧。我觉得报纸箱子应该都没了。对对，这是一个文化，大家两边的文化差异，就是说，这里的美国呢，是说万事百事呢，万物呢，就是以诚实为先。美国不能说谎，一说谎就是非常大的罪的。是，对，确实我会觉得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啊，他就是相对比较的单纯，因为可能是也是这个环境可以允许他们比较单纯，所以他们的心思还相对是那种挺单纯的那一种。对，而且来这边还有一点，就我发现在美国的服务通常都很好。那我后来想，这可能是由于这边的一个小费制度，对不对？因为服务员自己要的以此谋生，他必须加强服务。但如果不以此谋生的人，他可能会以此懈怠。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小费的这个资本主义，它是有它的一个优势在。是的，对不对？那听到这里，大家会说，是不是美国什么都好，美国就是天堂？其实呢，它有一个它的特点，就是美国的教育非常富有阶级性。如果你只是想读平民的或者是普通的公立学校，那必然是非常的省心。但是如果你想成为所谓的精英阶级，去读名校，也是常春藤，那便不是普通人可以消受得起了。是的。那在国内我觉得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说你在国内即便你是农村或者家庭很贫穷的孩子，你读中国最好大学，因为它全都是公立大学，你依然有希望有份额去上清华北大，比在美国这些底层人民想去上哈佛耶鲁的难度要小上很多。对、就是说在中国你还是有非常大的机会凭教育改变出身改变命运的。是的。Thank you.